等一下，我们总算快到九泉了吧？是是是，盘沙堡就是顺来一趟嘛。这就去九泉。哎，您可不像电器找壳盘，您这是电器苏州九泉有没有好吃的？嗯，大笨蛋，电器九泉那当然是电器酒啊。第十幕有九个，我是有迷宫、盘沙堡遗迹。好，进去。啊！哦，哦，这个音乐。阿良，你别带着一路跑。老实说，你为什么到这里来？之前的鬼魄狮王不是已经出去了吗？雨姬，其实之前我遇见了怪人，他说点神神道道的事，然后看你来了，就往这个跑来。往这？这像是盘沙堡内部，百年前的堡身、堡垒，而今成了废墟，还埋在地下。怎么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想到什么？只觉得古怪。不过百年光阴，这堡垒定不该沉入地底，甚至当封城这般，倒是像有人故意将这个地方藏匿起来。躲猫猫找秘密啊，依依最喜欢的，我们快走了，秘密，依依来了。鱼形变道挂线通路，我们往这。依依，别乱跑，传说盘沙堡密道重重，机关密布，当年未曾委屈之时还可能一闯，而今皆成的废墟，怕是哪也摸出规律。那现在到底走哪边？哦，有地图那就好办了。这妖魔鬼怪是来读书的吗？就在这。不好，他们发现我们了。这好多书，且看看都是什么相关的。依依去那边看看，这写的什么？此中壁画或可成通路。什么通路？这个也没壁画啊。阿良，这里的藏书内页都有污损，应当是被刻意破坏的。破坏的都是些什么内容？看不出来，但记录的都是西域的传说。往这边来呀，这边有路。哎，到底了。哎，古伦德，你躲在这？没，是地牢啊。一就说怎么阴森森的。先看看这个地牢。闯入者，可敢与我古伦德一战？你，我应古人之托守在此处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来吧，受死！这段剧情到底是什么、啊？没搞什么啊？这是枪兵怎么来这个？废话少说，入此者死。小老弟，对不起了，没人替你守住此处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莫不是与阴灵打了一场？看着像是，但我所遇的阴灵，从未遭出过尸鬼魔物啊。这怕不是阴灵，是纸。纸是人魂所化之怪。是啊，人死后执念不消，是为纸。所以说，这并非阴灵本身。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这纸所念是不让人进入，这地方分明是个死角。我们到处看看，这地牢应稀有，应有蹊跷，应当往汤叔的通路才对。有啊，那个地道有一个通路。冰离，
我想喝。继续。剧情。这是机关，应该还能用。看着上下都能搬，玉子哥，你觉得去哪一边啊？好，我们选一下。哎，还真的猜对了。哎，等等的，还是选上跟选下不一样。那我们选半天在干嘛？浪费时间。我们刚才不该浪费时间的。想太多了。对不起，我想太多了。就猜这个地方会有虫子。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探过吧。哦，直接是宝物哦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回去开机关。刚刚是往上嘛，是往下。小心，这里有妖物。奇怪，这地方没有壁画啊，那书法里的金箍又是什么？哎，这个过不去啊！这个看起来原本是有机关的，而且是向上去的，估计是类似井和吊孔的结构，当然也可能是借助下方的风洞形成气流将人抬上去的。既然现在无法通过，还是先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你盯着它也修不好。哎，总有一天我自己能建造出这个玩意好吗？又不是多高明的设计。这看起来是有洞窟可以进去的。这边感觉是可以进去的。这儿的机关会开启哪里通道呢？晚上无动静，那往下。哦，开起来了，可是怎么上去啊？直接上去哦，嘿嘿嘿，吓我一哈哈！这里面到底藏什么秘密呢？这上面的两人，换就是罗侯双使，但为何会在这出现？原来。书房提到的壁画在这，但通道又在哪？通道若提到的壁画是这，那通道兴许非我们能看见。壁画上这那个男人的样子怎么变了？什么？看来，哦，这个配音不好。看来古伦德失败了。谁在说话？莫装神弄鬼。这声音是从壁画里传来的，是你。这话真是熟悉，当年我也这么说过。一别经年，你还记得吗？没人伤害你，再不可能。区区蝼蚁。敢胆来此打搅此情安宁，死吧！完了完了，玉溪，快跑！肯定打不过。门关上了。路此先走，不退路。哎呦，哎呦！小心，有怪物被他招出来了。哎呦！
还来？大叔，咱们讲点打架的规矩好吗？别总找打手啊！可以安排我动手。哦，转呢？哦，你只会召唤小怪夏侯仪，你应该不是夏侯仪。夏侯仪都是直接上的。啊，像你畏头畏缩畏尾的。还来？世间之子，皆在此。来吧！是那些阵法，阻断那些阵法，应让人滥杀消落。好，哇，平平死了！我这仗在前面的。哇！还好，还有下回有挡死技能。好，最后一集。这壁画究竟是什么？为何会是通道？你们休想碰这壁画！进去，从这进去。你知道这会通向何处的？你知道的。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就在那，你知道的。阿良，你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看看。这壁画上的人消失了，这壁画应当是有问题的。通道究竟是怎么意思？嗯，那边的门打开了，会不会说的是这个通道？应当不是，我总觉得壁画头引通的地方是幽城。上顶楼啦。没了、欸。哦，这边还有吗？嗯，所以这边就结束了。可是少一个宝箱没拿到、欸，哎，是不是还有东西要拿？哦，宝物在这里哦。探索完毕，自我退出。好，这边，所以我们这边探索完毕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点的线索，从这边可以看，这看得出来，尉迟良应该就是夏侯仪转世了，应该就是了。